就在小新拿下地球基地，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上面开讲时，不料却被老六阴死了。牛逼！牛逼啊！小新对这个老六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这套拳法我甘拜下风。叔叔能忍，婶子可不能忍。小新立马便折回去，要请老六喝茶。你小子别让我逮到！当小新驾驶蹦子重新回到地球基地时，老六已经驾驶飞机跑路了。小新只能深情地注视着对方的背影。嗯嗯，跑了是吧？久久不能平复的小新立马决定去抓他。我去抓他去吧。小新已牢牢地把敌人记在了心底。你们还记得刚才的敌人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吗？这身衣服啊，化成灰我都认识。行驶到半路，小新便决定先到 N 港搜686，回头再好好收拾他。可这一去不要紧，竟在 N 港一下搜到五把信号枪，顿时就把老六的事情抛至了脑后。哟，我靠，两把，我去，三把。第四把信号枪是在一位老六身上缴获的。我去啊，我操，四把了。我去，我去，我操，五把信号枪了。小新立马就向黑粉借用10年换取10把信号枪，可是黑粉并不乐意换，最终小新也只是捡到5发信号枪。我要用黑粉单身10年换10把。随即小新在太阳基地一连打出了5发信号枪，成绩一直在幼儿园保持前10名的小新却不小心把信号枪继承了6把。难道这数手指头怕被别人看到把手放进了裤兜里？我操，我有6发呢。没了没了没了。很快6把信号枪从天而降。哇靠，哇塞。此时对面房顶有人在开枪，被吵到的小新立马上去就是一枪。你打谁呢啊？打谁呢？打我粉丝是吧？粉丝只能我能打，你不能打。粉丝你放心哦，有新哥在哦。然而当空投落下之时，小新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跑去捡空投了。让我们看看空投里都有什么枪吧。我操，掉空投家了，我的靠。 AWM M200 啊，这个已经捡过了，我听两个空投了。 M200 我靠，这个人这个空投掉上面了，别急别急，攀爬。我操，我操，来 AWM， 这个毒很痛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兄弟们，这个毒太痛了。由于刷圈了，落在屋顶上面的空投来不及捡了，小新立马使劲的蹬着自己的28大杠进圈了。我操，这个毒很痛，还有个空投没捡。在小新疯狂的蹬自行车进圈时，却已经发觉自己被人盯上了，小新果断把车停在石头后面先躲了个状态。完了，这个智障，这智障好像看到我了。随即小新在左边封了个烟，防止左边有人过来偷袭，然后就专注的对付前面的敌人。谁知刚一露出身位就被敌人狙了一枪，小新立马开始了还击。再将一个敌人打倒后，敌人很快的爬到了树后，只可惜差一枪就把他补掉了。哎，没补掉，我操，服了。此时对面已经封起了烟，再守下去也没有意义了，小新果断的骑上自行车向前推进。当小新来到一块石头跟前时，发现了敌人也转移到了这里，小新立马就是一狙。敌人在惊慌失措中寻找着掩体，可还是被小新在草丛里发现了。在将敌人击杀后，小新立马就准备骑上自行车莽过去，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自行车掉了链子，竟被敌人吓得想要溜走。见到这么怂的自行车，小新果断地把自行车收了起来，立马就准备干拉过去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么干拉有点太狂了，于是便又拉出了自行车。不行，给自行车，这样干拉不该死吗？可就在这时，圈又刷了，小新便从左边绕了上去。当小新在坡上准备查看敌人的位置时，却差点骑到了老六的脸上，吓得小新立马从坡上霸气地逃了下来。躲在石头后面的小新立马变身成了老六，决定先把对面的老六阴死。把这个老六给阴了。可爬了半天也不见老六的身影，于是小新便坐上了跑车，以载具的视野观察着附近的情况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小新又把车向前开了一段距离，借着跑车作为掩体，小新用手雷排查着敌人的位置。一顿排查过后，小新又启动了跑车，这时在坡上发现了敌人起的烟，小新果断地把车开了上去，随即在身边也起了一个烟，然后迅速将跑车移到烟里，一来可以保下车，二来可以作为掩体抵挡对面敌人的攻击。小新在判断敌人位置同时掐了一颗瞬爆雷，随后立马就扔了上去，紧接着切出686，将敌人直接连打带补了。此时躲在树后的敌人也露出了脚步，小新迅速扔出一颗手雷将其炸死。你还想炸我？
此时最后一名敌人也按捺不住开枪了。然而敌人位置处在前面的反斜，小新根本无法确定敌人在哪。我操，你小子他那个是反斜，我操看不到我。还好小新的位置也处在反斜。我这也是反斜。既然谁都看不到谁，两人开始了一场毛毛虫爬行比赛，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毛毛虫。哎，这小子，我操！妈的，这个几率不太吓人了，你看到吗？最后，敌人在小新的左前方露出了身位，小新直接就是一喷子。去你的，爬到我脸上来了，我操！爬到我脸上来了，我操！我这不打你啊！没有关注小新，觉得小新打得不错，记得给小新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！爬到我脸上来了，妈吓死了！